啦，魏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冇人听，假嘅私人嚟噶嘛？究竟我哋嘉宾识唔识讲嗰句咧？喺边度都有，边度都有咧。魏康系啦，咁咧，大家见到我啦，今日我发声，我系蝎子王啦，今日揾咗嘉宾上嚟。Hello， 我是 Adam。Adam 系呢、這个 Adam 就非常好的 Adam 啦，咁咧都系都系符号嚟嘅，系一个神秘嘅符号。系咯，明啊明明啊明啦，咁咧同我哋咧就好好啦。今日其实佢除咗嚟做我哋嘉宾之外，其实佢赞助咗我哋好多嘢，俾啲咁美味嘅芝士，少少少少意思，谢谢谢谢。咁啊我度食住嚟讲，好肚饿。咁啊今日其實我哋講嘅嘢咧，其實個題材非常之闊啊，闊到我覺得咧應該一集講唔曬，絕對講唔曬。講唔曬，我哋就用一個類似導讀嘅方式，咁啊將我哋今日想講嘅嘢咧喺度娓娓道來啦。其實相似嘅嘢咧，我哋魏康應該都做過兩三集，即係同之前啲集數有邊啲有關係咧？上次你講嗰個啦，女巫補天啦，係啦，嗰、那個就同蛇文化嗰個有關。咁啊，另外其實有一集我哋講緊呢個傾岳輝同埋拳王啊，咁啊同日本人派有關係，不過講蛇嘅，講蛇。咁今日我哋講啲咩？其實就算到錄音呢一刻啊，其實我都未諗到嗰個 title 係啲咩。其實title 咧係我剪片之前最後一日先諗到，不過就我未諗到嘅其實。應該你剪嗰日都諗到啦，太闊。咁咧其實我有諗過係。用一個比較短啲嘅名嚟講，但係唔成功啦。因為咁嗱，譬如我哋而家講係日本嘅傳說，咁如果啲觀眾聽到話我哋講傳說，係咪嗰啲鬼神零零二二啊，咩百鬼夜行啊，又唔係似係嗰啲？但如果我哋講話係一個民族學咧，好似太過老土喎呢個名。點講咧？佢係會楞到嘅，因為神話傳說係民族學其中一個好重要的研究對象，因為它是反映到先民的、那個就是、生活或者是個宗教或者是精神、就是、那個形態意識形態，所以其實是你、完全沒有一個人可以說神話傳說是不關民族學，其實不是科學來 的樣，其實就這個講法就不對。而且神話其實永遠是我覺得是最引人入勝，因為其實每個民族咧有佢一個好獨特、好唔同嘅。但係點解我哋今日講呢集就係話每個國家唔同之餘咧，係有人揾到原來每個國家中間係有啲係一樣。個共同有個串連咯。咁其實學界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可能網友啦，都睇到好多網絡節目啦。其實係有啲節目佢都講到係暗地裏，即係學界而家唔承認啦。當然就話咧，中國一定係中國嘅咁樣。中國係另計，中國係勾我一個世界文明自己一個。但係而家更多嘅證據就指向那個文源，即係文明嘅起源係嚟自於西方，特別係即係可能中亞地區嗰個位置去一路擴散開去全世界，即係無論係可能東方啦，甚至係由中亞呢個地區去到西方都有。係啊，譬如我哋題外話講未講到日本啦，其實有個趣聞咧，亦都係話中國嘅天水啊，即係唔係香港嘅天水圍，即係好北嘅天水。其實佢中間有條村咧，嗰啲人咧全部係你嗰啲咧古代人睇嗰啲文叫色目人啊，即係外國人樣，即係鬼佬樣。傳言話係嗰唔知希臘兵定羅馬兵啊，喺嗰邊行到去呢、這個可以講啊。係你講講。佢就係講一個古城叫做 Riga。咁成龍大哥套戲就天降紅絲，咁佢嗰個傳說咧，佢嗱套片咧誇咗啲嘢，一開波咧就講係話根據史實改編嘅，咁呢個其實就唔啱嘅，佢只係一個學説。我覺得佢成個説話兩個字係啱，就係改編。改編啫，係啦。咁但係佢其實係有少少根據嘅，咁其實傳說咧就話應該係冇記錯，就好似唔知十九世紀末定係二十世紀頭，咁係有個外國嘅，唔記得英國定係歐洲嘅科學家啦，即係個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應該算，係去到一個甘肅啊，今日中國甘肅山做考察，咁就發即係聽當地村民講咧，話有一條村咧就隔絕嘅，
因為本地，因為佢哋因為佢膚色唔同啦，眼睛顏色唔同啦，咁同埋個樣嘅完全唔同啦，唔似亞洲人，完全唔似亞洲人嘅，似外國人嘅。咁佢就咁你知人類嘅啦，就排打上嚟長啦，咁就零零丁丁咧，就淨係嗰條村係淨係嗰班人嘅都係咁樣嘅。咁嗰個人類學家就去到去做訪問考察啦，咁樣，咁就推即係抄翻啲史書，就話即係喺漢朝啊，西漢嗰陣時，咁啱啱係羅馬帝國好強盛嘅時間，就有傳說就話當時有一隊羅馬軍第一軍團咧，就去到應該係先西域嘅，即係新疆嗰邊就打仗啦，咁就有一隊人咧就失咗蹤。咁咧就傳聞啦嚇，咁就話呢隊人咧就去咗甘肅省呢一度定居，咁就俾當地嗰個軍隊咧即係接收，咁就即係成龍嗰隊，係類似啦，住啦嚇，住啦嚇。咁但係咧佢就話係即係有中國史書亦都有記載嘅，就話有一個魚鱗陣啊出現咗。咁佢就捉住呢點咧，就考佢哦。原來當時魚鱗陣咧就係一個羅馬嘅戰陣嚟嘅，呢個陣法就好常用嘅咁樣。咁就捉住呢點咧，就話佢嗰度甘肅省嗰班嘅類似外國一樣嘅，就係羅馬兵後裔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抄翻出嚟，咁而家科學證明 check DNA 就知啦。咁其實就唔關事嘅，就完全唔同嗰當時嘅羅馬人咧冇關係嘅。咁可能係一啲即係可能俄羅斯啊，或者係即係嗰邊嘅地區遷徙落嚟。咁你都大家都知道，即係新疆人其實都好鬼妹啊嘛。係啊係啊，其實你就算去俄羅斯咧，你即係以前嘅蘇聯啦，都好多亞洲人樣嘅俄羅斯人㗎，即係都係呢種啊。蒙古啊嗰邊都係，即係大家咁樣溝嚟溝去啊。咁其實甘肅省喺嗰邊西北方都有咁嘅，即係條咁嘅獨立嘅村，嗰班人去咗嗰度定居嘅，都唔出奇，所以我覺得你睇我哋未講個正題，就係講到副題都已經咁引人入勝，所以就話呢個世界其實好多嘢咧係好多嘢等待你發掘。咁我哋今日講呢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講你話日本嘅傳說又好，日本嘅傳說或者神話同外國傳說有啲咩相似都好，但其實今日我都想介紹一個大作品咧俾大家去睇下，就係話其實我哋圍內呢啲咧朋友仔覺得咧哇經典嚟嘅，冇理由唔睇嘅。但其實咧，你如果問翻坊間，就唔係話好多人睇過，甚至冇乜人認識到呢一個作家。我哋會借本書俾大家睇下先。嗱，我哋講緊就係呢本書啦，我擺喺中間先啦。咁咧呢本書咧其實就係一個叫做星野之孫，星野之孫做嘅。但問題最勁咩咧？你聽到我哋頭先講，佢以為一個好好熟悉民族學嘅人，唔係話佢唔熟悉啊，但其實星野之孫係嘛？係佢嘅主打咧，其實係講硬式科幻，即係完全係sci-fi大作家，仲要硬嘅，即係唔係軟嘅。佢嗰啲下下咧，即係唔知點講，一嚟哇未來到咁嘅，即係嗰啲哇蟲洞到咁嘅，穿越時空到咁嘅，或者太空旅行咯，即係佢嗰其中一個好大嘅 topic 就係太空旅行啦。咁佢有幾本作品都係寫，即係譬如話2001夜物語啦，咁呢個好明顯致敬2001太空旅行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二星獸獵人，咁佢都係主打係太空，即係人類喺太空旅行期間，即係嗰個每一個單元故事嚟嘅，仲有好多，譬如話你喺幕後同我講過嘅，喂，佢嗰啲成名作，什麼藍洞啊、隕月啊呢啲咧，如果你攞出嚟講嘅話咧，其實每一套都可以拍電影，係嗰個世界觀好宏大咯，而且佢畫出嚟嗰陣時嗰個構圖係好有電影感。絕對係啦，就算你唔好講話嗰個即係藍洞或者隕月先啦，咁你講呢、這個東方奇諧秘境錄，即係而家今日我哋講嗰個漫畫啦，咁其實佢都係好電影 feel 嘅。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佢係嗰陣時係，如果我冇記錯係差唔多啦，我唔可以話邊個差邊個，係差唔多同期《達文西密碼》電影版嗰期。因為係嗰、那個佢出台灣版嗰陣時。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嘛？係。因為我咧係點解咧？佢應該如果冇記錯，達文西密碼應該係2000頭嗰啲作品嚟噶嘛？2000定係2001啊？通常。而我又唔記得咗啦 ，sorry， 我又唔記得查究竟佢喺日本連載，即係呢本中將教授嗰啲，佢應該都係咁上下。九幾年
就90年代頭已經有㗎啦，已經連載㗎。係啊，咁啊點解台灣版到而家先出咧？我懷疑佢應該係食翻大新聞版個水。佢曾經咧就九幾年出過嘅，啊，同埋我97先。佢應該係有97年嗰排係出過嘅，咁而家呢本最新就2003年重版，係啦，就再印嘅啫，即係佢即係中譯品重印咁樣嘅啫。我嗰本可能仲新，我本2007、2008年。零七咧佢就刪出一次嘅，佢應該唔記得係2000年頭。嗰陣時出過第一版，2007年咧就第二版，就即係好似而家呢本咁靚。呢本啦，嗱呢本靚在咩咧？其實咧其實佢出咗大概三個系列啦。我兩講講係，我覺得好值得俾觀眾去睇。而家呢本咧就叫做東，不如你講啦。呢本就《東方奇談秘聞錄》，咁係成個中將教授系列嘅第一集嚟嘅。佢就有六本，係啦，六冊。咁入邊個主角叫中將，但其實真係有呢、這個。真係有呢個神社，真係有呢個地方，即係話成咗一個名嚟做嘅。咁佢另外有一個咧，我同阿 Adam 都話hold 住先，因為實在太長，十幾集。嗰陣叫《中將教授二考錄》，其實啲名好搭埋新密碼嘅 feel， 覺得好長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套咧，我都好值得俾大家睇啫。我有個好朋友阿 Sid 咧，即係成日講 Gnostic 嗰個咧，佢好中意研究女神嗰啲。其實我想介紹俾你聽，嗰就叫其實就係《中將教授》呢個作品裏面嘅女主角。就叫做紀步，咁咧以呢個紀步嘅女主角又延伸到佢專門研究女性神話啦，就叫做女性神話系列，神男火三本啊，咁佢就仲有其他嘅，佢入面仲有講大家食得麻辣嘢多嘅時候會分別裂啊，之後仲會講埃及嘢嗰啲，啲有啲佢都有出嘅啊，咁啊我哋略略由呢個古仔去咁樣帶起呢個咁宏大，即係點解我哋今日成日話？知點樣去講呢個故事咧？即其實佢呢個作者係出名在於咩咧？因為佢好擅長畫嗰啲顏色嘅科幻，而你睇到佢寫個故事，個故事入面嗰個世界咧，我覺得似咩咧？似西方嗰啲Lord of the Ring 啊嗰啲，佢個時間線好大好闊嘅。佢由一個20世紀或者21世紀嘅教授，就係、是、研究民族學嘅大學叫中將啦。但佢講嘅嘢咧，講到哇，講完前幾多年又點，而且佢加埋佢畫得好靚，睇到電影感好歪嘅。成件事咧，我覺得似咩咧？似係日本加達文西密碼嘅咩咧？你聽埋《尋找他鄉的故事》嗰個套嚟啦，嗰成日笑咧，哇，好宏大啊！係咁，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嗰個本，即係嗰個本漫畫嘅本質咧，其實都係有一種即係點講追根溯源嘅感覺嘅。係，同埋好人文啊，即係。如果用英文嚟講，叫好 humanities， 即係佢會點講咧？譬如我哋略略咁講，即係譬如話大家都有聽過日本嘅神話傳說，譬如話佢創世啦，即係一個伊邪那美命到伊邪那奇命啊，點點點啊，咁呢啲其實你坊間聽得好多，但係點解話佢大咧？佢可以諗埋佢哦，原來以前喺邊個日本嘅某個地方又借用咗或者改編咗呢個創世神話。然後就衍生一些新的傳說出來，而又基於那時候的政治因素啊，或者民族的東西啊，又會衍生一些 variation 的改版，然後你聽改版呢，原來你又已經不知道原來是那個原版改出來的，是的，就算知道了好，究竟是不是的，準不準的，那他在那個故事裡面有些同門啊，同埋反駁他，有些說不是的，你看一看，你越看你覺得那個世界觀得啊，就算知道了又好像又不是真實的，即我覺得整件事是看得很引人入勝，好同埋好虛無縹緲嘅，即你啱啱接觸嗰陣時咧，你會信曬佢講嗰本書講嘅嘢，因為個問題係佢搭條橋咧係全部都通嘅，係即包曬底嘅，包曬底㗎啦。咁你睇啱啱你如果係冇個底子去睇咧，哇！佢講嘢真係堅嘅喎，即望落去。咁當然啦，你越睇得多其他資料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咦，其實可能這個只是佢嗰個合理聯想啫，但係就冇話真係一個史實嘅記載係咁樣喎。同埋呢個亦都係呢個作者好想講出嚟件事，因為呢個作者其實都係用一啲史實作咗啲推斷，但其實佢就話啦，因為咁其實我哋又點樣睇歷史？其實我哋都睇唔到真正嘅歷史嘅，我哋就喺呢個世界歷史國家咁樣講啫。其實佢嘅講都係一個 theory。佢都 prove 唔到，而呢個 theory 咧會撞另一個 theory。咁咧，你睇到個世界嘅宏大就個宇宙咁大，
底入面仍然好多嘈交啊嗰啲咩，就係呢啲咁嘅學校又唔又禁佢唔俾講啊，又話你太激進影響到好多團體啊，為咗利益又唔敢講啊，有啲人為咗錢又唔知就冚改寫歷史嚟曬講，我哋都睇唔少。朱理出咧，即係我今日嘅 Facebook 嗰個 status 都講，我話哇你細個咁文，其實好多瑣碎事影響咗。係，同埋因為佢點講咧？其實係歷史嗰個源流咧。因為冇一個人是 由第一身完全經歷曬嘅，咁係靠不斷每一個唔同嘅人去編寫，咁加入咗佢自己嘅即係嗰個偏見或者係一個理論咧，完全係即係唔出奇嘅。係啊，同埋佢最好玩咧，佢就係講緊佢淨係咁樣去一步一步嘗試去破解嘅，就話呢、這個民族基於嗰個歷史事件咧，所以咧唔可以講真話咧，就借個故仔講所以咧就變成你而家睇呢個樣啦。咁但係你一開始咧就唔係咁樣睇噶嘛。係。你知道最後嗰時，我聽到傳說係咁樣講喎，葡島太郎又同嗰個輝夜姬又點點喎，之後佢擦。咁我覺得咧，你作為個讀者咧，其實你都會啲上癮嘅。我自己咧，我本人睇啦，就一睇第一集咧就已經上癮。同埋你我幾多年前睇嘅？我應該就2011至2012咁上緊啦。咁其實起初咧，我唔係睇佢先嘅，我就睇佢個徒弟余戶修。咁佢有一本咧就叫《亞特蘭提斯之謎》嘅。哦，嗰本啊。咁咧就係咪佢攞咗幾個大系列嚟畫㗎？即係攞啲外國啲書或者點樣講嗰啲神秘學嗰啲，然後再改造成漫畫咁。係啦，係啦。咁佢就即係當然啦，佢去到 end up 就亦都冇指出話真係亞特蘭斯嘅所在地嘅。咁佢我係睇呢本開始先嘅。咁跟住咧就諗下佢有你知啦，啲漫畫網就有啲連拎咁啊類似嘅作家或者作品啦。咁啊星野之孫，跟住就睇下東方奇譚秘聞錄，咁啊第一集啦咁樣。咁第一集就講白鐵星，就係講嗰個鐵文化嘅一個即係流傳啦咁樣。咁睇下，都幾合理喎 ，make sense 喎，全部橋都搭到喎。同埋係應該係我哋聽呢啲節目嘅人中意嘅啲 topic。係啦係啦，佢有佢點講咧？係一個由神秘學包裝嘅一個類似嘅推論咁嘅嘢啦。其實我覺得我抄翻，因為我驚太大，我哋講得亂。我嘗試用啲 keyword 去篤一篤俾啲觀眾睇。嗱，入面提及嗰啲咩嘢咧？我覺得宗教唔使講，即係唔同宗教引申唔同嘅宗教衝突，而呢啲嘢咧就唔可以正面講，又借神話嚟講。又或者政治，因為通常唔係宗教政治啊，最現實嘅政治就係話我點樣呢個政權合理化咧？不如我借神話嚟講改。咁你問咩？咁譬如話我係呢個部族嘅神話，我同你部族神話又唔同啊嘛。嗱，我哋作個新故仔。將我哋兩個嘅神話可能 merge 埋一齊咧，整啲劇情推演搞到 make sense， 然需個皇帝族係合理嘅，即係咁好簡單啫。你漢高祖劉邦都已經係啦，咁咪話乜嘢斬白蛇起義咁樣，就話八弟子要取代赤弟子，即係秦始皇咁樣。咁其實就係成件事係神話化、浪漫化嘅。係。咁叫做係叫咩咧？其實係為咗自己嘅政權合理化而存在嘅呢個。同埋你睇到你借呢個古仔，你睇完咧，雖然唔係話個個讀者都好熟日本文化，都唔係日本人都唔熟嘅。係。你會睇到你會知道咗日本呢個文化點樣演變。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咁講咧，會好悶㗎。係。但係佢個古仔咁樣睇落去，你覺得好有趣之餘咧，又學到嘅，即係譬如話原來啦，仲有去你日本去得多啦嚇，大家日本去得多啦，翻鄉下啦，係啊，翻鄉下啦。但係日本好多唔同種類嘅人啦，譬如每個人都佢嘅偏好噶嘛，有啲人係中意去大阪，有啲人中意去我中意去南啲嘅，感受下嗰啲沙灘嗰啲沖繩嗰啲，係咪日本人都未必係㗎嚇，係嘛？即係可能有一個故事啊。嗱，我好中意北海道嘅，係，我覺得北海道嗰啲先係嗰種好浪漫，日本嗰種係啊，要落雪啊咁樣。咁原來每個日本唔同嘅地方咧，佢成多個中國，中國都話有唔同嘅飲食文化、唔同嘅語言咩啫，但係都係嗰度演變噶嘛。但係日本啲唔同，你睇呢本書之後咧，呢個日本原來真係咧，可能嗰啲人根本都唔係日本本島啲人嚟嘅，係一開始佢有傳言幾個㗎。即係譬如話你最簡單啦，嗰、那個秦氏啦，佢而家其實日本係有即係存在秦氏呢個家族嘅。
咁傳說啦，係啊，咁就係話係秦始皇嘅時代，咁有個叫方士叫徐福啦，咁就去為秦始皇尋找呢個不死藥啦。咁就話有個東就先鳳來先生，咁就去嗰度即係就揾藥啦。咁去咗，咁當然就唔翻嚟啦。咁傳聞咧就徐福咧就喺度落地生根，仲建立咗一個大和政權。咁就即係自稱係一個天子啦，即係稱王啦。咁開始慢慢咧勢力壯大咗之後咧，就去侵略其他地方。佢要搞統一，冇錯。一個日本，一個日本夢，有冇睇呢啲啊？係啦。咁佢個日本夢咧就係點咧？佢就呢個馬騮就咁樣去逐啲話俾你知，但係佢又唔一次過講曬喎。你要睇曬我差唔多廿幾本 total 咧，你先個腦 get 到咧，其實都幾考腦嘅。要你睇曬之後咧，就要撈下有啲連結位嘅，因為佢可能係一啲有前篇嘅故事已經提及到有啲 hints 嘅，有啲線索嘅。嗱，我又繼續 follow 你個故仔啦。嗱，頭先你咪話中國本土嘅人去咗日本度，咁啊建立咗個大和政權啦。OK， 咁其實未入之前，日本係咪有啲其他人存在啊？我講嗰啲咧。一個叫準人族，咁啊，準人族係沿海嘅，沿海嘅，你講講下我俾你。佢係一個點講咧？一個沿海居住，咁即係海為生，海為生㗎啦。咁全即係佢講，基本上就一個日本嘅原住民嚟嘅。咁亦都係同呢個東南啊或者大洋洲嗰個民族流傳咧，亦都好有關係。即係譬如話菲律賓啦，係台灣啦，毛里即係。毛里求斯大洋洲那邊，即係譬如紐西蘭上面嗰啲群島嗰啲 islander， 所以咧喺呢個漫畫裏面咧，佢畫嗰啲準人族咧係皮膚少偏黑嘅，暗少少咧。如果你喺現實度睇嘅話啦，如果大家想熟啲，你可以去 YouTube 抄。你用如果大家英文唔熟，你 search 中文，譬如你 search 一啲 YouTube， 譬如打日本咩不同種族或者咩，你睇到咧佢用明星嚟分啊，係邊個咧？嗱，阿部堅啦。是不是叫阿部寬阿部寬和平井堅，我將兩個撈埋一齊。阿部寬和平井堅，你覺得呢啲人咧係有少少外國人樣噶嘛？唔係，好鬼佬嘅其實。好鬼佬啊！同埋你睇下有啲日本嘅女星，你要講清楚啲，唔係大家諗緊嗰啲 AV 女星。日本嘅女星有啲其實個樣有少少類似外國人樣，你覺唔覺？覺。咁咧其實如果嗱呢個古仔咧就同你解釋到話。點解日本同一時間有咁多咁嘅人存在？其實台灣都係咁嘅現象。台灣係啦，同埋其實譬如話你沖繩島嗰邊啦，其實係一個好獨立嘅文化圈嚟嘅。咁譬如話即係琉球古王國，咁暹納華係啦，就其實你呢樣都唔需要拗㗎啦。其實真係喺東南亞嗰邊一路即叫做北遷啦，就去到日本嘅南邊。福建嗰邊行個坐船。除咗福建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即比較大嘅氏族嚟㗎啦。再古老啲咧，甚至係即大洋洲嗰邊，就已經有嗰個船咧，即個東即可以去北上，就去咗沖繩嗰邊，或者係更加深入，即譬如話九州啊嗰邊上岸嘅。咁佢譬如話即可能一啲菲律賓啦，咁佢就話其中有一篇漫畫咧就叫祖靈地。佢就係話菲律賓咁揾到嗰、那個即係啲魚鈎啊、陶器啊，或者一啲船嘅樣式咧，同日本古代嘅海人啦、啊，即係準人族嗰啲嘅船啦、啊，或者係一啲陶器啊、魚鈎啊，類似生活嘅器具係好似嘅，即係花紋啊、形狀啊都好似。一水啊！真係翻鄉下啦，一水啊，係啊。咁咧嗱，頭先你又講嗰個大和族啦，同埋又講咗你嗰個唔係大和政權啦，同埋你講準人啦。嗱，另外有個啦，譬如嗱，你嗰啲食海噶嘛，嗱，我哋講緊食下山嘅啲山人。嗱，食山其實都有兩種食山嘅，一種咧真係霧籠嘅，即係真係山上面暴裂嘅，即係喺山上面為主。嗱，另外一種咧，佢又係都係山上面住，但係佢山上佢揀過嘅，類似遷徙嘅。但係呢班人係做乜嘢咧？好奇怪啦，有啲人就話係可能是中國大陸那邊本部過來，又或者是本地人學了某些技術，稍後會講，或者有些根本不只是亞洲人，可能歐洲人那邊都有，就是什麼呢？就是跟日本某些傳說呢就開始諗到，他就說為什麼日本傳說經常會講學，即是飛學，他說其實那個代表什麼呢？其實他就說日本人有鬼的文化，on knee
即係嗰啲山泉咩？跟住其實除咗呢班人食海，又或者除咗係武狼或者獵人之外，有一班人咧就點解要周圍行咧？其實要揾礦材、礦物啊。咁礦物你知唔係度度有噶嘛？邊度就要行去個邊噶嘛？通常啲石邊啊、山邊啊、礦場嗰啲啊。呢班人咧揾到礦之後，同埋就要冶鐵嘅，真係 smith 嚟嘅。啊，咁呢班人嘅文化就好唔同喎，即係譬如話我係武狼獵人啊，武裝上面都騰騰騰又著曬火咁樣，兩班人奇奇怪怪咁，所以大家睇好多嘅睇大家唔過眼啊，可能會打下交咁樣，或者傳説就會講呢啲，譬如話佢入面點解我會特別會講呢個冶鐵同呢個鐵嘅文化咧？就係、是、個古仔裏面咧嗰、那個主角中將教授佢民族學嚟噶嘛。他自己的最主要的 thesis 和個研究範疇，他就是研究鐵的文化，他就會花很多時間 去講這一樣東西。他又講到去他譬如有一種呢，其實誇張到他就說其實都不是誇張，然後聽到他就說很多人周圍走呢，其實他要追個隕石墜落的地方。他就譬如話第一集嘅東方騎俠遊魂錄就已經講啦，就白翼鐵蜥。咁白翼嘅解法咧，就係、是、其實佢講係天鵝。咁鐵蜥咧就即係唔使講啦，就係隕石啦。咁其實古代以前咧，即係譬如話可能係已經係蘇美爾文明嗰陣時咧，即係應該係3-4千年前啦。咁就蘇美爾文明咧就已經有嗰個鐵器嘅出現啦。咁不過就好少數。因為咧，佢哋採嘅鐵咧係叫做隕鐵，即係隕石入邊嘅礦藏。係，咁佢只係輻射㗎，有啲唔知啦。不過咧，佢就攞嚟只係少量嘅即係開採，因為個技術唔成熟，咁就係攞到一啲少量嘅鐵器，咁就攞嚟做祭祀嘅，咁甚至係比黃金仲貴重嘅嗰個時代。同埋佢有講好多，譬如話嗱，我哋由鬼嘅文化講起啦。嗱，我哋嗱日本成日啲鬼點解要粗粗魯魯啊，攬住啲獸皮啊，行路奇奇怪怪啊，單眼啊，啲奇怪樣，總之同又成身紅啊，紅鬼赤鬼啊嘛，有角啦，有角啊，即係點解啲乜嘢？其實咧就係好多嘢撈埋一齊啦，逐個拆解。佢就話下面嗰啲武龍或者獵人咧，其實同嗰班人咧即係。係或者排他性好強，即係嗱阿仔啊，唔好同啲人玩，你唔知做乜嘅。咁我同你講嗰啲係咩嚟㗎嘛？又講唔出喎，講唔出，奇怪怪啦。個頭先講啲形象，嗱點解咁嘅形象就係話其實佢就話以前嗰啲我叫冶鐵嗰啲人啦 ，smith 啦，成日要對住個爐咧嚟睇住啲火嘅。係。咁啊久而久之咧，就會俾嗰啲火屎咧打到。咁啊佢以前咧就唔會有職工安全，叫你戴頭盔啊嗰啲㗎啦。咁走完之後咧，你又覺得佢好似隻眼好似即眨下、盲下、盲下，你就覺得佢係毒眼啊！咁啊點解佢行路奇奇怪怪咧？佢話以前咧我唔記得叫風古路定古風路。古風路。古風路，佢係靠引啲風啊，或者要踩咧，令到嗰個係兩個路嚟嘅。古風路咧，通常咧就係有天然嘅，咁亦都有人工嘅。咁要踩嗰個咧，其實佢踩係唔係個腦，佢係嘅睇個風箱，係佢哋引啲風入去，係啦，泵其實即係等於泵啦，咁踩落去嘅。咁當然啦，你古代邊有咁高技術啦？你話踩下得咩咁樣？咁其實係爽踩，係爽踩嘅，踩到真係要腳跛嘅，踩得多即係變咗職業病啦，就變咗趌下趌下啦，係啦，又冇得 cam 嗰陣會冇啊。咁同埋點解你話會成日聽到山上面啲怪聲咧？就係頭先你講兩個爐啊，咁咧有一種就天然係咩？佢揾啱個地方，喺啲山窿或者啲山窟咁嘅地方咧，就特登 set 都係作定一個位，咁係咪長期有風入啊？你咪唔使踩咯。係啊，咁係咪有聲先？又就嚟天噔噔嗰啲奇奇怪怪，咁如果你下邊睇上去又好似少少光，你冇聽到啲聲，你咪覺得成少不安咯。係啊，所以有時呢啲咁嘅形象咧，佢就話係真實嘅事件。但係你點樣同下一代講咧，就仲冇古仔。而佢亦都講好多嘅，佢就話日本其實同呢個世界一樣咧，好中意講啲蛇嘅文化。而蛇咧同中國嘅龍有少少似啦。咁入面佢就有講一樣嘢，就係話佢就話以前打仗嘅時候，我唔記得邊一個歷史線啦。打仗時，佢就話有兩個圖騰嘅打交，好似係蜈蚣係嘛？佢嗰個係意思咧，就係話蜈蚣同龍。其實就只不過是一個兩個部族之間的一個對決嚟嘅，
咁就一個即大家都係點講咧，都係野鐵嘅。咁但係即各為其主啦，呢班就代表五公做到啦。咁呢班咧就係、是、用龍做到，或者蛇做到。仲佢有講嘅，佢話點解用五公咧？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即係覺得你古代嗰啲人咧，你而家睇完本書咧，覺得啊，雖然話係創作嗰陣時嘅創作嘅時候，但係你如果你可以搣好嗰陣咁嘅藝術嘅包裝。看到入面的歷史啊，他這麼多動物不用武功啊，又 make sense。 他說入面那些人像現在越南打越南戰的時候越南人好像，他很懂掘地洞和很懂水利，即跟什麼呢，跟現在都好像那些墨西哥毒販掘條水道去運毒是同出一轍的。他就以前打仗的時候要去通風報信啊，陰人家善人家啊，運資源啊，還有班人很懂這些掘地下啲嘢，佢想話少少個用蜈蚣嚟做圖騰，呢個白竹竹，我覺得即係你睇翻，即係如果大家中意呢種拆解方式嘅，其實我哋睇咗第一集、第二集，其實就會上癮，不斷係咁鉛。我唔夠皮嘅。係啊，唔夠皮。其實有啲咩其他國家版嘅呢啲重像，我都好想佢出啊。係啊，我都好想有啊。因為如果你縱觀即係漫畫界啊，即係不論中外啦。咁其實係呢一類型嘅作家咧，係好少，即係至少係佢好少用一個拆解或者去試圖解釋神話傳說或者一啲民族啊、祭儀啊嘅古仔去介紹俾讀者。用嚟做兼覓嘅就有，即係譬如話諗啲古代神話就大家聽得都多啦，係啦，厭啦。但係咧，其實佢呢本書或者呢套書入邊咧提出嘅一啲古仔，即係大家係聽都未聽過。咁真係我同傑子王都好推介大家。真係係啊，同埋我如果我哋逐個數講兩集都講唔完啦。所以有一集我睇可唔可以開奇篇咧，就講《西遊記》。係。同埋有一集睇下可唔可以真係講日本嘅故事，因為太長啦。係。拳王嗰陣時，我哋嗰一集略講咗少少點樣打大蛇，大家有 get 到個 idea 咧。但你話關古事記咩事記？其實真係好關事，同埋日本同其他國家都一樣。你個文化咧，如果你就咁睇嘅話，其實你驚唔到佢全部，因為譬如就咁講蛇啦，日本嘅蛇啊最出名啦，你覺得係邪惡嘅，一定要打大蛇嚇、白鰭大蛇都聽過啦。咁點解咁多個唔同嘅民族都有蛇咧？龍同蜈蚣都算係爬蟲類一種啦。佢就話，即係呢個作根據呢個作者嘅見解啊，佢話唔同日本嘅民族咧，佢哋所謂敬拜嘅蛇咧，其實都係。但只不過基於可能寫歷史嗰個人啊，即叫做歸埋一齊，即佢根本都唔知道。譬如話你係海人族，可能族亦都有個蛇嘅傳說嘅，就譬如話咩？譬如話如果咧啊，呢、這個即係小心女人。如果咧你對個女人唔尊重，或者你唔領情，個女人中意你，你唔 buy 佢，你唔食佢咧，咁呢個女人咧就會無端端變成條蛇嚟追你咬你，即係嗰個恩愛生恨嗰個。好一個好出名嘅古仔嚟嘅呢個，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到咗第二個民族咧，我有拜蛇，譬如話出雲神社大蛇啊，大蛇。咁啊，嗰個另外嗰個我慢慢講啦。咁佢話佢入面嗰啲祭典嗰個神社入面個籃咧，係或者佢嗰條大蛇個神社下面嗰條木咧，嗰條柱啊，巨柱木柱，其實都挑到啲蛇紋咁，其實都算係拜緊蛇。但其實兩邊的蛇是不同的蛇的，個功能性不同應該是，或者是可能我創作我的蛇，我不知道你的你而大家的蛇嘛，哦，應該是一樣的。整集的時候那個人即係 get 唔到佢背後嗰個原來是有個功能性的不同的，咁呢個譬如白鰭大蛇，其實佢唔係真係一條蛇。咁可能係甚至乎係意指一個產鐵嘅部族添。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個咁嘅背景啦。同埋佢又話其實日本太多蛇啊，佢話即係太多神話都係蛇。佢就話佢話其實有一個部落都有好特別嘅傳說嘅，就係話你如果要做啲祭典嘅時候咧，就要打爛啲鏡咧，就倒落個湖度嘅。咁佢傳言亦都話過嗰個鏡咧好特別，因為就如果大家都熟悉啲拳王，有時都係三神器之一嚟噶嘛，係嘛？有鏡，有勾玉，同埋把劍。我自己嘅見解啦，我懷疑嗰個勾玉咧，因為勾玉喺古事記嗰、那個即係日本神話創世神話古事記裏面，其實都佔個好大嘅
的功用，因為其實我唔記得係閱讀啊定天照啊，閱讀嘅象徵物嚟嘅，係啦，我記得係佢生，即係佢另外嗰個係咧斬咗八旗大蛇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咧？千重雲劍，係啦，嗰、那個啊或者係倒替劍啦，數斬明尊啊，即係嗰個人啊，係嗰、那個人，其實佢係用咗嗰個歐玉咧，再分裂成其他神，佢都會再生嘅，咁。那個歐玉亦都好特別，你睇拳王你知啦，三神氣之一，那個歐玉就係八神火嘅。但其實我懷疑咧，嗰個玉咧其實唔係玉嚟嘅。我嘅見解 ，OK， 我見解係咩？我扮中啫。我覺得其實佢應該係啲魚歐嚟嘅。係，即係我覺得三神氣，你諗下其實佢代表咩咧？你帶咗大蛇攞出嚟嘅所謂權威性、象徵性嚟嘅草底之劍，係啦，劍啦。另外一塊鏡我講過啦，好多個有啲部落係愛嚟做祭典嘅一個鏡，而個鏡狀就話咩？佢就話靈魂會 trap 咗喺嗰度。係。咁所以佢點解打爛塊鏡先跌落去？唔係就咁跌咧？佢就話佢驚有啲，譬如話我懟落咗你個民族。係。咁我 God knows 你會招啲咩靈翻嚟，又懟翻我嚟啦。我就話做祭典，不過咧都唔會俾你翻生，要打爛咗先制，有封印作用。咁頭先記翻有一族名叫準人族嘅，即係其實呢啲名咧，大家你睇得動漫都成日會發生嘅。準人即係下一圖啊，即係一文字準人嗰個準人。一文字亦都好似都係代表某啲嘢嘅，即係一文字即係蒙面超人二號。因為佢哋成日咧有個象徵性就係佢個魚鈎。係。有個傳說咧，其實都咁講啊，係有個阿哥同細佬咧，整唔見咗阿哥嘅嗰個魚鈎啊，咁啊阿哥好嬲，叫踢佢落去。揾翻俾我喺個海裏面揾翻勾俾我哋翻埋 iPhone 咧，咁咧結果就揾唔到，但係咁偶然地咧就似大家聽嘅葡萄頭傳說啦，就咦去咗龍宮，去咗龍宮，咦有條女喎，係正又正喎，又可以俾我住嗰度啊咁喎，即係其實就引申到呢個啫。咁我懷疑呢個勾肉咧，會唔會可能就係其實喺某個民族嘅好 typical 嘅嘢，係即係嗰個就魚鈎入變咗勾肉。即係就三神氣就咁樣有一個補充咧，就係咩咧？其實佢《仙劍之孫》有另外一本漫畫，咁就叫《血刃之眼》嘅。咁其實佢入邊個好重要嘅道具咧，都係勾肉。咁其實佢嗰個勾肉攞嚟做咩？其實係開生與死之門嘅鎖匙嚟嘅。咁其實咧，咁其實有呢個係正式學説嚟㗎。咁就話勾肉咧，其實唔係淨係日本嘅。咁其實中國中原地區咧都發現到有勾肉嘅。咁其實佢話個意思係攞嚟做咩咧？就係、是、其實話勾肉其實係代表一個生命嘅一個象徵嚟嘅，因為佢個形態咧其實就好似人類嘅胚胎咁樣縮埋啦。咁如果大家唔清楚咧，可以睇下Eva 嘅阿當啊。我最近睇咩變生命力唔關事。係OK 係啊。咁咧啊頭先啊講到去嗰、那個蛇啊咩嗰啲啦，即係其實佢入面仲有講，其實佢蛇嗰啲仲有大量噶，係即係有另外有一個啦，佢就話蛇其實同中國嗰啲詞啊，其實係一個天然現象嚟嘅，你形容唔到某啲嘢嘅時候咧，就用呢啲嚟演繹。咁中國譬如話風水龍脈，有啲人話可能係下面嗰個河流啦，或者有啲人可能話係磁場或者 whatever 啦。而喺日本咧就有啲天然性嘅嘢，譬如話有啲天然現象災害嚟嘅。譬如有啲雷電射落嚟，一嘢就哇射個曬，你唔知咩叫雷電啦，唔知咩啊嘛。其實雷電你以前都其實都冇呢個字係雷電嘅，係後期嘅日文先有。因為雷電有個名叫盜妻嘅。盜妻點解叫盜妻？就係話總之咧一射全部谷物冇曬啦，冇噶啦，拜拜就咁講。咁佢話嗰條嘢咪似蛇咯，咁我哋又驚佢啦。所以我哋啲蛇要拜佢啦，當時係啦。咁其實蛇係可以，我仲唔計嗰啲咩瑪雅、印度啊、中國啊嗰啲，仲嗰啲巴閉啦，嗰啲巴閉啦，嗰啲一集都講完。即係日本自己本身呢個島，又就係一個島發生嘅歷史，都已經講咁多都講唔完。所以咧，呢本書真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啊！或者如果大家睇完之後想出嚟食下嘢、傾下偈都 OK， 因為我覺得呢本真係好有玩味咯。係啊，好值得傾啊！同埋太過於未聽過嘅，我哋就唔講住啦。嗰啲大家都聽過噶啦。就譬如話佢
佢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咧，就係講話除咗日本自己本土因為唔同民族衝突引發嘅傳說之外咧，亦都係外國傳過嚟嘅。嗱，頭先你咪講過什麼秦族啊、海人啊，又因為要追隕石、追礦材地咧，其實有一班人佢就講緊呢個係奇怪啲啊，因為神比較好熟嘅就話信耶穌嘅一班人都嚟咗，係其實係啊，嗰個仲搞笑。嗰個就關於係聖德太子，即係一個當時應該冇記錯，菲利王朝嘅其中一個即係叫做皇貴族啦。咁傳聞咧，佢同即係佢出世嘅時候咧，就同耶穌出世咧係幾似嘅，幾乎一樣嘅，即係馬槽出世啦，所以佢有個別名就叫救護太子，係馬救個救，救護太子。咁將佢即係呢本書啦，就將佢連同耶穌嘅神話咧就連結埋一齊。咁甚至乎咧就再扭一扭咧，就令到佢係話當時係有嗰個基督教信仰已經係入咗日本嘅啦。有人講過佢就話佢雕到好似觀音咁咧，其實係抱緊個 B B， 其實係聖母嚟嘅。係啦係啦。同埋另外有個最得意就話咧前面係觀音嚟嘅，即係呢個係另外嘅，佢入面冇講嘅，就話你嗰個像你拎開之後開箱咧。入面嗰個其實係聖母像嚟嘅，即係有呢啲嘢。同埋近同埋頭先話點解咁得意？其實中國人都叫嗰啲外國人咧叫咩護人啦，護人。日本都係嘅，日本有個地方叫多護郡。多護係。啊，咁咧其實入面有一個好得意嘅，即係話聖經咪好中意講咧，你要如羔羊般純潔，羊好重要嘅。咁其實入面嗰啲人亦都叫羊夫太，即係好似啲名。羊太夫。羊太夫啊，成日叫啲名係。即係所以其實睇到你唔會話一定係真，係，但係佢用咁嘅連結咧，又好似 make sense。好 make sense。變你咁樣睇嘅時候，其實咪同近期成日講話耶穌嘅墓喺日本添，即係有呢啲咁嘅神廟嘅，嗰啲我哋有機會再詳講嘅，好多神社入面其實係似約櫃啊，即係知道呢啲其實佢諗到好多嘅，而且佢唔止講基督宗教咁少，佢講希臘神話。希臘神話，希臘神話係略略可以講就係佢同個古時記個創世我又好似啦，我諗同埋權王嗰集有冇講，我唔記得，都略略講過。有少少，有少少嘅，其實係正在於咩咧？這個就開始牽涉到點樣將神話同。同政治撈埋一齊，而且咧，你唔好理佢合唔合理，但係你覺得好似似層層咁喎。拎噏到咩聲咯？最緊要就係佢原本咧嗱有嗱創世神話咧有兩個共通點嘅，就係伊邪拿奇明咧同伊邪拿美明咧，其實原本唔係夫婦嚟嘅，兄妹嚟嘅，就同宙斯嗰扎人一樣嘅，就宙斯娶嗰個老婆咪 Hera。其實都不是哪裡找回來的，那是他妹妹來的，姐姐，她姐姐首先是最小 的。那一齊都算罷了。那希臘神話裡面呢有一個很得意 的作品，就是她去冥界，就等於伊邪拿奇呢，不是伊邪拿美呢就死了，去了王傳作為她老公，可不可以進去啦，她進去都得，千萬不要望我的樣子。當然啦，你衰八卦啦，越唔話咩咧，即係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WhatsApp 啊，叫你唔好望啊，你都等佢瞓覺啊，點個指引去插佢嗰啲啦，望埋一望就死啦。佢話又醜樣又腐爛咗，同埋一百條蛇喺度咬緊佢，都好核突驚。又唔係咬嘅，佢話伏在於身上，即係所謂嘅女神啦，點住啦，係啦，咁啊纏繞住佢嘅身體啦，咁咧就個老公驚，就跑翻去。陽界傳言話真係有條地道係通嘅，喺日本啊某個地方都話係就係嗰個窿嚟㗎啦，攞個石塞住佢，之後咧就開始攤牌啦。好，從今日開始，我每日殺1000個你生出嚟嘅嗰啲子民人啦，人啦，然後個老公又話好，你殺1000個啊嘛，我每日生1500個，有500條多出嚟嘅。咁咧由一個代表於陰性，即係女神。代表生育啊咩，就突然之間變咗王傳，佢嗰啲話好似詛咒啊咩，其實同希臘神話有同埋猶太古仔都有兩個共通點。希臘神話嗰個咧就係話我唔知邊個神，好似玩音樂嘅，如果冇記錯。奧菲斯應該係亦其實一模一樣，就係去冥界咁咧你要俾我帶翻老婆走啊，你帶到嘅咪帶咯，咁樣咪帶咯，拖拖拖拖。
就叫話你千祈唔好望，初初嘅時候又係八卦，又係 check WhatsApp， 望一望又瀨嘢啦，啪啪啪就變衝咗。咁呢個嚟嘅共通點一啦，點？共通點二咧，其實就係、是、如果我冇記錯，我應該係 Lilith 嘅傳說，猶太傳說。猶太傳說。夜妖啊！唔係，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咧，其實有一個傳說仲咩嘅，就而家俄摩拉定索多瑪啦，咁呢個上帝要跑，係啦，佢逃離即係呢個天火焚城之前咧，有人就話上帝話俾嗱你走咧，你就唔好望喺後邊啦，望變嚴處，冇錯啦，就呢個我嘅宗旨嘅。嗱呢個最多係因為唔望啦，係啦，我講我呢條點解似咧，就係話呢條原本係阿當嘅第一任老婆嚟噶嘛，然後又係咁樣假彈嘢，你要男女平等平權，平權。所以呢條其實係女權界嘅象徵嚟嘅，係啦，真係有人用呢條係代表個 logo。OK， 咁就話炒啦，唔得啦，離婚啦。佢話點咧？嗱，每一日咧，每一夜晚咧，就會唔知殺幾多個，所以佢先叫夜妖，同埋佢要借夜呢樣嘢咧，就提。即係嗰啲咩暴力嘅犯人啦，就會同啲仇仔講嗱，你夜晚就唔好亂出去啊，唔好亂嚟啊。如果抌出去嘅話咧，夜妖呢條咧就係捉你㗎，因為佢講過啊，佢每日咧有 quota 要搞數嘅佢。咁其實我覺得幾樣嘢係你咁撈埋一齊咧，其實係張生話點解會咁似咧？係啦，即係呢個解唔通。即係除非係有一個共同嘅源頭。咁你先至噏得出噶嘛？因為人係唔可以憑空完全創作等一樣嘢出嚟。你等得嚟咧，同對面按嗰個有似喎，大佬，係嘛？嗱，呢度都係一個其中一部分啊。點解我話同政治有啲似啊？就開始講啦。其實古仔未完啊 ，Part Two 噶，就係點咧？就個老公啪好驚，成身汗污糟糟咁，神都會污糟啊嘛，係嘛？咁咧去沖涼，去河度沖涼，嗱就嚟了啦。沖涼時候抹咁樣洗啦。如果冇記錯咧，天照同月讀咧，其實係就佢咁個事。左眼右眼係啦，就分你出嚟嘅。我分你定生，我都唔知點講。即係咁樣抹一抹就有啦。總之就係啦，係啦。今日變咗兩隻眼咧，代表太陽同月亮啦。係啦。咁再我鼻噶嘛，係咪？係。個鼻就頭先好難讀嗰個啦。我揾翻次先。素盞明尊啊！素盞明尊就係邊個咧？就係斬草太唔係斬大蛇。大蛇攞草你見未嗰條友？係另一個名字就叫衰座之男。係攞影嘅官即係 fans 應該係啦。咁咧，所以其實呢啲名係似嘅，你其實即係聽到就原來即係咁，其實就好玩之處就喺呢度。咁其實仲未完，其實這個叫三主神，即是三個大神，其實下面還生了很多，其實也是跟希臘神話很像。希臘神話原本是有一個叫 Kronos， 即時空之神，不知道為什麼總之他在這裡，他就嘔，真的嘔，他就生了嘔，真的嘔了一堆神出來，宙斯、Hera、哈迪斯、海那個叫什麼，突然想起波塞冬，波塞冬，這些什麼東西出來，誰最厲害做主神。其實都係嘅，不過咧有啲嘢咧就是、日本人而家唔好想承認啦，就係、是、覺得唔夠幽默。係。咁啊，眼同鼻就係個三個主神啦，跟住下面仲有一堆嗰啲比較細，大家翻嚟 check 啦嗰啲啊。噏唔到名。嗰啲點樣做出嚟咧？就是、有啲尷尬啦。係。就係佢啲衫啊，臭衫，同埋佢啲屎。係。啊，屎撈出嚟真係神，真係屎撈人嚟嘅。但呢個真係事實嚇，嗱我冇講嘅。古書有記載嘅。咁問題就點啲咧？就係話佢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大事件，好似Marvel有個大事件就叫楊國神話。咩叫楊國神話咧？簡而言之咧，就係話我以前有一堆咁嘅神，而家嗱，聽咁講講埋笑，就係閲讀同天照嘅嘢係搞一堆嘢咧，先搞到個國土出嚟嘅。叫高天元。係啦，咁簡稱佢哋嗰班神眾咧就叫天尊神。咁本身咧日本列島咧其實地下已經住了一班神嘅啦。咁佢哋就叫做國尊神。咁所謂楊國嘅意思咧就係將有一個叫做天孫啦，即係天照嗰個最後代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要指派佢落嚟，去到呢個日本列島。咁咧就當時咁當然有班國尊神喺度，佢梗係唔會讓俾你噶嘛，喺度就草地嘅啫，咁咧跟地嚟嘅，跟住咧就堅秋啦，就派個雷神，就叫建御雷神，就同佢交涉。咁當然啦，國尊神嗰佢哋啦，咁亦都唔願意嘅，咁同佢就派咗個佢哋個勇士出嚟。
咪同佢抽啦，都係打，都係打輸咗嘅，咁啊俾佢掹埋兩隻手添，咁樣，咁啊呢個另一個神話啦，係啦，掹完之後又變咗蛇啦，條友，即係乜咩點解掹嗰時攤喺度啊嘛，佢話死嘛點解就亦都遲咗變咗條蛇啊，係啦，咁啊另一個神話嚟嘅，咁最後尾就大家妥協啦，因為你唔夠抽啊，咁就所謂嘅叫做優亞地，咁啊叫做讓國，咁讓咗日本列島俾呢個天孫，咁就建立咗而家嘅大和朝廷。而佢個 representative 咧嘅代表咧，應該就係而家嘅天皇。係啦，就傳聞即係傳説啦，都係咁係直呢個血裔嚟嘅，即係天孫嘅血裔嚟嘅。所以而家就解釋咗點解日本係由天皇統治咧，即係呢個神話就解釋咗啦。其實同北歐嘅神話有啲似咧，似在於咩咧？就係話北歐神話咧，就係以前喺即係嗰個譬如北歐嗰邊流通啦。但佢有個古仔就係、是。不要看 Marvel 那個豬仔的黃昏呢就不是那個講故事沒哭的 OK 但豬仔黃昏結局是什麼就是說世界爆炸冧炸怎樣死剩一男一女那些人又講過究竟這個是不是真正的豬神的黃昏還是說為什麼會無端端有一男一女呢其實有人講過就是說那個時候的基督教呢終於去到北歐了、那呢又好似而家嘛，要合理化咧，啲街道名應該最好改改佢，啲暴粗最好唔該改改佢，嗰啲啊，前蘇普通話咁樣嗰啲咧，要合理化啦。但我就咁硬斑斑同你講，你就會一定反我。係，唔係喎？睇下你嘅傳說，嗱，你嘅傳說你咁樣寫噶嘛？你嗰只我嗰只似啦，咁咪你又信啦。其實有好多呢啲就係不政權同時事咧，咁為咗可能要個。即係嗰個 transition 啊，要即係唔好咁血腥，穩定啲啦。其實維穩嘢嚟嘅啫，係啦，維穩嘢嘅統戰嘢嚟嘅啫。今日誒唔係喎，嗱，大家唔好咁嬲住，唔好起槓住，聽你嘅神話都係咁，佢叫我管治㗎咋嗱咁嘅。即係大家都係一水人啦。係啦，大家一水人嘅。咁但係個古仔係邊個寫嘅咧？就係當權者，即係勝利者嗰個。係啦。所以呢本書就借咗咁多，因為個宗教教就其實差唔多日本係行暈曬嘅。係。咁咧佢就每樣講啲，其實佢唔會串曬。你睇曬本書咧，你就開始攞開始自己補完咗。哦，原來歷史同神話嗰個關係演變咧，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咁樣慢慢地去。係咯，大家如果係有研究歷史咁，就即係有兩個即係方向啊嘛。即係一個係直嘅，一個係橫嘅。咁、直就時間線啦，橫咧就係、是、當時同一個時間之間唔同嘅地區發生緊乜嘢嘅事。即係咁神話其實係一樣嘅。咁時間一路咁過，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你要將成件事去立體化咧，你一定要睇埋當時發生緊乜嘢事，咁你先至有個 3D 嘅影像出嚟。原來個面貌係咁樣。你講我打橫嗰個咧，我有個 example 就喺個古仔度講。講一個簡單啲嘅先，就係咧近期嗰啲神秘學咧成日話你睇下瑪雅咪好似畫咗一啲太空船、外星人啲咁嘅嘢，然後到日本又話似係外星人嘅 suit 喎，個遮光器土牛啊。係。咁咧喺呢個作者裏面就話呢個其實佢冇講過係外星人。係。佢另外講過話點解？佢隻眼會咁大啊！其實佢話嗰啲其實係象徵咗啲盲咗嘅巫婆嚟喺日本嗰陣時。係。啊，佢就話點解佢將個遮光牛複製品就俾個盲咗嘅巫婆摸？佢話呢個咧應該係啲人咧話以根據我哋嘅形象嚟話，因為有乳房係女人啦，隻眼咁大就眯埋隻眼嘅喎，又有啲靈力，同埋佢掛咗啲嗰啲啦。動物的那些牙齒的 picture 的其實我們是周圍幫人家做它不是叫法師即是幫人家做醫治的時候呢就帶了是 picture 的那他就說就有這個形象出現即是它是一個靈媒啦靈媒是啦那它另外這些大家知道遮光後吐氣那個很即是那次啦跟現在講偏一點就是說深刻在日本某個地方呢就是一些陶器在那裡硬的物體今有幾種功能一種是儲藏煮食物裝東西另外一種就是放在那裡當盞燈這樣吊上去就好像是吊燈來的放在那裡燒這樣其實它那個雕刻就很特別它前面像一個女人來的就是有個人樣這樣為什麼說它是女人呢就是它畫了一個陰部而且有個 BB 生出來就是很異形的整件事就很異形的整件事那呢它就說這個我哋去讚揚女性嘅生命力，或者讚揚呢個大地女神生命力，冇乜問題。咁
問題就係真係異形啦，佢咁樣前面係一個女性，一將嗰個鈎咧另外後面嘅話咧，哇成件事就唔同喎，真係異形嗰個外星人咁樣有曬骷髏骨頭啊、肋骨啊、蛇掹上去啊，點解？佢話點解有啲咁特別形容女性？喂，正極端相反嘅。如果大家睇得，即我又唔想講又俾人鬧，啲男女大不同嘅嗰啲嘢嚟講，哇！呢個完全表達咗女性五時波十時變，唔好激嬲女人，係咪就係咁簡單咧？即係會唔會幾千年前日本已經知道咗，唔好激嬲女人，反轉豬腦就是呢個應該由古到今都係一樣。係咯，梗係啦。不過你嗰個女性觀眾會嬲係啦，但係佢面仲有反應，佢就話誒，同期又揾到啲淘氣啊，即係呢啲就話佢。哇！佢雕得好靚啊，好爆炸！即係話有人傳我就話誒，點解嗰啲人會零舍喺嗰期有啲咁嘅 inspiration？ 係話真係冇嘢憑空嘅，就算創作都係有啲嘢引發到佢。根據再去誒點講咧，再去優化啦，或者再去延展 expand 佢嘅。佢就話有啲類似畫到好似爆炸嗰個花，好似蘑菇樣火，即係嗰個火個 flame 嗰個形狀。係啊，其實好靚啊，雕得。佢就話：佢就呢個教授勁嘅就咩？佢 check 翻，佢就學就得，仲還啦，冇錯。佢就話：係乜？哦，嗰期係咪地質嗰個變動？係啦，變動啦，到要火山爆發。咁即係話呢個大自然孕育我哋嘅，無端端憑火山灰爆死，哇！咩事？哇！你啊，嚟死咁多。然我點樣將呢件事講俾啲仔女聽？我點樣形容我咁震撼嘅事咧？幫我醒我，用一個瓷器可以比較多，我都算勁。形象，即係佢將佢件事形象化咧，人係會深刻好多。即係譬如話，你學幾行咁樣，即係你係要望嗰樣嘢係圖畫圖像化，你會見得深入啲。你就咁齋噏咧，就可能真係會歪嘅。同埋可能形容詞又噏唔到咧。唐朝味嚟，即係日本個文化好有限。係好有限。哇，可能佢冇咁嘅詞彙，甚至冇字嘅，冇文字嘅，淨係得口發音咁樣嘅啫。同埋你點樣去講？點啊？大火 boom。林灰，我佢就講咩白色，佢用個咩言話？佢話白色嘅沙，係嗱就喺度同埋爆炸。咁其實佢又話大地女神憤怒，要懟冧曬你哋咯，所以先有嗰個圖嘅出現咯。所以就即係嗰句啊，紀念嗰件事啦。唔係話我哋勁勁告嘅，千祈唔好激嬲女人。呢個真係我覺得好，最好唔好。即係其實人哋用生命嚟提醒你火山爆發㗎。即係諗下，嗱。呢幾日咁樣埋夾埋一齊啦，通曬嗱，然後啦，又諗翻頭先嗰個你話嗰個出國楊國神話，楊國神話要紀念咧，就係有個叫出雲大社、出雲神社，有幾個主要嘅神社嘅。其實到以前咧有起過分社嘅，其實台灣都有起過嘅。喺啊咁咧，佢話嗰個出雲大社咧，特別在於咩咧？人哋嗰啲神社咧就咁樣求其一個山度起過啦，佢唔係佢啲大碌木咧起到好高嘅，條路好斜咁樣嘅。其實我覺得似瑪雅嗰啲金字塔有啲似嘅，係啊，個演繹，甚至係有一個點講咧，係以高度去接近神，即係比較接近神，容易啲通靈咁嘅意思嘅。咁佢全即係佢漫畫題啦，又就話如果古代計咧係起碼而家嘅幾倍嘅。即係去到48米高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半個高高達啊，差高達唔知啦，我話要買到高達，咁啊即係好高好高嘅，咁但係嗰陣時冇科技啊，冇噶冇噶，佢就話你邊度揾一個咁長一唔係薄喎，即係一條咁長嘅木喎，已經好難嘅，好難。但問題就點話同歷史嘅時候，你話呢個縱橫，佢就話點樣解釋？佢就話。其實歷史出現過咧，起完咧又冧，係呢樣冧，起完又冧，幾次啊？幾次嘅，但係佢有講過，佢又話我咪話嗰啲木咧，特登要挑啲蛇鱗上去，佢條大纜條大繩咧又似蛇啊，其實係咪擺緊蛇啊？又點點點啊？講其實好多呢啲都解唔通，或者係好多野事喺度。係或者講埋即係嗰條繩啦，其實係完全係指蛇嘅。嗯，譬如話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唔記得咗係奇緣祭定總之京都府有個祭典咧，即係有間神社，佢就係以一個麻繩做圈，咁就係跨過，即係有個人去跨過就去借此即係驅走啲衰運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個咧，碌有葉啲 friend 係啦，類似啦。咁其實佢點解要咁樣去圍住個圈咧？其實係嗰條蛇。
即係嗰個形狀啊，係其實唔係一條蛇，係兩條蛇。哦，交叉嘅，即係兩窩嗰啲啊，大家纏住，咁你嗱，你將條蛇扭下扭下，係係係，麻花形，係啦。咁其實有咁嘅傳説，咁另外鏡又係啦，咁另外就係、是因為可能古代日本冇鏡嘅，咁啊用乜嘢咧？就餅啊，一個圓形嘅嘢，米餅就已經係代表咗蛇嘅神體啦。係，就係咁樣。而鏡其實佢話係循，即係或者中國落啲人咧傳啲文化，流傳過去。所以嗱，嗰陣時曹操啦，咁啊係知道咗邪馬台國，即係古王朝，即係卑離呼啦 ，Himiko。咁就係建交之為咗紀念建交咧，佢就送咗好似百幾塊鏡俾日本嘅卑離呼女王，即係有咁嘅記載。因為鏡咧古代咧係好稀有，係好貴重，同埋女人要望啊嘛，靚。係呢個一定。即係最送化妝品嗰啲 friend 嚟又話佢。所以就即係有個假説就係邊度揾到呢個魏朝嘅鏡咧？邊一個墳就係卑離呼個墳啊？哦。即係有咁嘅假説嘅。係嗱。頭先你講好得意啊，補完嗰啲嘢，嗰個縱橫位咧，我想再補充多啲，就係話點解佢會冧？嗱，有人講過，你起得咁高，冇咩技術咪會冧咯，好正常。都有。另外又講過啦 ，OK， 算你當呢個天然現象。啲木邊度嚟咧？嗱，好得意喎，佢有個巨木，個木都有一講一個，佢有一集又講過個木。扶桑傳説。嗱，佢個木好得意，佢就話傳言咧嚇，唔知點解深烤咧，遇到啲好巨嘅木咧。飄過嚟嘅，佢話好得意喎。佢話你當神有啲隱喻啊，奇怪就話哦啲嘢事奇，這不是又是一個啟示嗎？嗱，有個木飛來了嘅，叫我去起塔㗎啦。起完又冧喎，即係明白呢個 loop 明白？我喺嗰時講個 loop 就係點樣？佢就話咩？究竟嗰時發生咩事導致會冧咧？佢就話原來咧，可能嗰時近期咧，你知都係火山彈啊，菲律賓啊、印尼、日本都其實都地震火山爆就爆。爆完嗰個衝擊波啊，同埋個地下一個震動余震影響到嘅，佢就話咩咧？原本就冇事嘅，你企喺度，喺度咁高咧，就引到冧。佢就話冧得意喎，冧完之後，嗰啲樹木周圍飄浮啊嘛。係。佢話唔知咧，深烤咧，著完之後到日時又飄翻過嚟喎。係。即係好似話冥冥中咧係啊，總之又叫你起啦。冧完之後唔緊要啊，可能基於咩事？係啦，得個 size 越細啊，咁因為個問題其實佢另外一篇故仔咧都有提到嘅，佢就應該係叫東之兔啊，睇先啦，應該冇記錯。係啦，佢東之兔咁亦都係九州嗰邊嘅，咁佢就話其實係九州嗰邊咧其實就好多漂流物嘅，因為海流嘅關係，咁所以其實出雲咧亦都係嗰邊嘅，咁所以即係譬如話你話將件事冧埋咧。是完全是一個自然現象啦，亦都係咁飄完過嚟又飄翻過去，一爆完又吹，係啊，咁就係解釋咗嗰、那個即係個自然現象，同埋佢好宿命性，所以就話因為神一樣讓國神話有個條件就係、是、我要你起呢個神社，係因為要舉出話啦，要鎮住國中神嘅靈臨，係啦，而入邊有啲社運啊，總之我都係攞埋場，即係明白。雖然自然現象，但古人又可以借自然現象，令到佢嘅古仔自然其説，定係話佢真係講咗個事實出嚟，就令至到自然現象發生嗱，你無從稽考。但係點解有 match 喎？佢真係落去，點解又你冇機會入去起？一個即係好啲點講咧，係一個人古人去解釋嗰件事嘅一個諗法咯。係啊，即係你邊有咁科學話，即係坐只船出去睇下佢。同埋唔通真係 check 翻個木咩？唔通我咁黑完之後嗱？咦，係喎。阿唔係阿仔啊！我嘅祖，我嘅咩？我嘅嘅啲子孫啊！你三代之後有乜幸？即係有個罅喺度啊！即係冇噶嘛，冇考證嗰個思想喺度嘅。但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即係你覺得，如果咁聽，我覺得係，其實你永遠唔會悶去睇本書。嗱，時間真係唔夠啊，剩翻其實都過咗一個鐘啦。我講埋呢個故仔，即係我諗就要停一停啦。我諗唔夠第二集啦，我諗好多嘢講，好多嘢講。亦都講一個大家都熟悉㗎啦，譬如話就係葡萄太郎。咁係啊，係人都知啊，騎住只龜咁啊，去咗龍宮玩啦，揾到靚女啊，正啦，然後就貪滿啦，就上翻嚟，就上翻嚟咧，就係嗰啲世上就世上唔係方山中方一日，世上二千年。係啦，佢話中國有桃花源啦，日本有呢個神話啦，咁呢個都唔出奇啊，大家都聽過啊。
咁另外有個神話咧，就比較偏滿啲啦，就係、是、日本好出名嘅傳說啦。容許我咁樣鋪下先，陣間我會講嗰個 connection。佢有個神話咧，就係、是、話有一日咧，有個老人家咁啊，行到個竹林就係，咁啊見到有個唔知點解無端有個女仔喺度，佢見到有碌竹發緊光，咁跟住咧佢就好奇啦，又係又劈開佢，跟住咧就有個 B B 女，有個 B B 咧就快得好快嘅，即係唔係人類咁樣要六歲先六歲樣，可能唔知幾個月就已經六歲啦，所以嗰個女女咧有個名叫輝夜姬。嗱，輝夜姬咧，其實如果就咁我講，譬如話 Adam 講咧，就好明顯點解叫輝夜姬啦。夜晚發緊光嘅女人，係啦。但其實咧，如果你再拆解嘅話，其實亦都有得再拆解，就牽涉到人類比較早期一個最長篇嗰只叫原始文源。因為其實輝啦同形啊呢啲咁嘅字，其實係代表某種昆蟲。嗱，略略再解釋。咁就話發光咗，咁咪同一個人相愛咗啦，咁啊好靚仔，一個好靚嘅相愛咗。但係一日咧，個女仔係悶悶不樂啊，就其實呢度唔係我嚟嘅，一定喺15號啊，即係月圓之夜咧，就我要翻去我嘅故鄉啦，咁就走咗啦，走咗。係啦，咁三個古仔咧，頭先話嘅係即係風馬牛不相及嘅，但係呢個作者咧就好特別，佢係串咗個 connection。佢個 connection 就係話，哇！嗱，蒲島太郎呢個故仔咧，其實就楞到我頭先嗰個海人族嗰本，因為其實講嘅基本上一樣嘅，就只不過就唔係話有個人就騎咗只龜，就係話啦，一個阿哥同細佬整唔見咗阿哥嘅乳鈎。這個是有關藥櫃同一事的，是的，因為那個弟弟就是當時那個國尊神的首領，就叫大國主，是的，就是日後的大國主這樣，是的，所以你想其實很多東西是扔的，扔到很複雜，扔到很多，但是這樣兩方就說，原來這個又包含那個，那個又包含這個，就說不見了魚，我落水找到那個龍宮的入口，是的，也都是一樣不再重複了，見到個女啦，然後今次咧就唔係個女仔，係男仔悶啦。嗱，中人話或者翻上去，點幾百年啲島人死曬，屈不得歡啊！佢就話 ：what if 如果呢兩樣嘢再加埋原始文語入面嘅古仔，唔再從唔太深入講原始文語係點啦？禁忌之戀啊，愛情啊，宮廷嘅愛情啊，兩 keyword 講幾句啦，即係都係宮廷劇嚟嘅，非常之適合做宮廷嘅，係啦，咁就佢話：，如果這件事是這兩個呢樣嘢古仔係俾人刻意拆實曬，如佢話佢有個推論啊，佢就話嗰條貪啦，因為係咁嘅。首先係有個男人落咗個水底度，佢個龍宮個 portal 嚟嘅，唔知點樣悶上翻嚟。OK， 然後個女仔咧就犯咗啲禁忌啦，就關完全變翻咗禁忌之戀啦。即係佢話唔應該同呢個 dimension 嘅談戀愛嘅。但愛情的力量是偉大，我呢個禁忌我都要去，就化身成呢個輝夜姬。咁佢就話：你今次唔可以嚟我度啊嘛，咁我又去翻你，我去翻你嗰度啦。但結果咧，如果根據嗰個神話嚟講咧，那個女仔就唔係自愿嘅，好似係俾人捉走。係，因為譬如話唔好講咁遠啦，大家睇下即係幾年前有套電影。動畫電影西田芬做那個導演的，就叫《輝夜姬物語》，香港也有上，我記得是，咁成個故事其實好完整交代曬，其實佢就喺月界，即係月球啦，冇個月亮，咁就因為犯咗事，咁咧就被放逐落嚟嘅，咁就要佢經歷咗塵世嘅一個七情六欲，係啦，西遊記嚟嘅喎，咁先至即係有頓悟啦，就先至俾佢翻上去嘅。咁就係有咁嘅嘅故仔，咁就同嫦娥都有啲似。係啊係啊，你諗下，其實成本書就講緊嗰個得唔到嘅愛情，又牽涉到神話天界，係咪？係啊。佢講到 dimension， 即係你唔同界別唔應該有交流，係啦。交流就已經提示咗錯誤係啦。即係諗下但係又點解個魚鈎又牽涉到楊國神話咧？即係你諗下一個咁簡單嘅故仔，其實諗咗好多，我哋又真係縱橫翻。即係其實呢個作者最想講緊呢樣嘢，因為其實佢話呢個咁嘅神話，如果我冇記錯啊，係好似中國都有，我唔記得係啊，我咁咧，即係諗下其實嗰個呢個古仔佢嗰個
包含嘢係多到咧，其實我哋講成個幾鐘都未入咗。冇啊，其實講咗幾個就，仲有好多我都好多想講，因為我已經，不如我哋不如買一集加埋嗰個女神傳說再講講啊，因為就變太多。我再報報先。再報啊，報報啊，係啊係啊，因為火山嘅料咧講咗啦，鯨魚又鯨魚又未講。同希臘神話的牛有乜關係？牛郎織女同希臘神話的半人牛或者個 Minotaur 啊，半咁啲有乜關係咧？即係我覺得係佢仲有入面勁多嗰啲傳說，即係譬如話酒吞童子啊，同埋童話都有啊，小紅帽啊，即係呢啲其實灰姑娘啊，同埋到而家佛教，我哋都未講宗教，要講佛教、基督教，佛教仲要講多重宇宙，其實佢都有講過，都有講過。其實你中意講阿蘭奴帝，講話輪迴啊、善惡，即係你諗下佢牽涉嘅嘢幾多？係，我覺得我驚大家，我驚呢集做得太長咧，不如我哋食下啲芝士之後，其實我哋有機會我哋出嚟再講，因為我哋都再煲熟啲，即係因為其實都廿幾集啊，係咪？我就睇咗嗰十幾集，咁可能我可能會再熟多一次嗰、那個神南火啊，或者東方奇譚啊，到時我哋再講。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牽涉個點講咧，個面好大，好大。即係因為一係咧就要揾個即係個專題去即係轉咯，因為你又就咁樣上網揾資料咧，其實係好難揾。某啲即係因為太過偏門啦，你唔係話用日文或者用英文揾咧，根本就揾唔到。其實我今日咧係帶咗本書嚟咧，我哋做啲 research， 我就將佢入面出現過嘅嘢咧，就喺呢個入呢本《本妖怪錄》講嘅。但係其實佢都分咗幾 part 嘅，即係佢呢本書咧，其實就係講咗嗰啲叫傳說民間嘅妖怪。同埋佢個創世神話，即係個古事記嗰啲又拆散啦。呢本書我都有啊，不過咧就如果可以咧，就唔好參考呢本書，因為呢本書咧有啲資料係錯嘅。唔係，同埋佢有啲有啲太過簡單。係啊。但其實我想呢本書點解炒嘅就係話，其實入面出現過嗰啲咧，佢邊度咧寫成？其實我想做 cross reference 啫。嗱，其實佢入面講過呢度有講，普通人佢有講啦，河童佢有講啦，嗰個酒吞童子有講啦。入面其實仲有講嗰個咩咧？佢講埋戰國時期嘅嘢，江户時代啊、平安時代啊、幕府啊、大和啊，其實佢全部即係略略都有講，同埋講個咩大黑天啦、啊。入面其實講大黑天，即係點解一個人黑會特別奇怪啊？其實好多嘢雪女又會點啊？怨靈啊？點解啊？怨靈講埋少少預告啊？點解日本人咁中意將啲蠟燭擺個頭度都開咗一啲？係咯，秘密嘅儀式，同埋以前係三支嘅。而家我哋近期嗰個講死魂曲，兩支嗰個就死魂曲嗰集就講兩支啊，其實應該係三支嘅，中間仲有一支。咁點解要三叉咧？究竟有乜關係咧？同歐洲嗰邊有乜關係咧？即係恕我哋留一留關子啦。嗰、那個都好大嘅，即係好唔好話完全係有關係，一但係就好相似，好相似，即係相似到係你覺得。係咪抄㗎？係咪阿水啊？係咪阿水啊？係啦。咁究竟日本人同其他世界嘅人喺嗰個年代，究竟處咗個乜嘢關係咧？即係究竟有冇嗰個交流啊？即係而家都好興講咧，就係嗰、那個無論係陸路啦，或者係海路啦，喺可能喺點講咧？三千年前啦，或者四千年前啦，已經係有人嚟到呢個地方，就已經係落地生根啦。而又解釋唔到，因為科技喺以我哋嚟解釋咧，理論上應該冇可能嘅。嗰古時啲人邊有咁高科技啊？可能就有你唔知咧。即係因為就係咁引人入勝嘅地方嘛。恕我哋今日咧就用一個問題，用一個預告嚟做一個結局咧，其實我覺得咁都好玩啲。玩啲嘅，因為我哋會盡量集中啲主題，即係譬如話我講古時嘅，即係講古時嘅事啊。同希臘神話可能就講希臘神話啦。我覺得咁樣會觀眾會。即聽得舒服啲，今日就當一個導讀，就係話其實係有呢本書存在嘅，即係睇多次，即係睇多次，係啦，咁就非常感謝今日啦，仲要呢個請芝士俾我哋，啲大家一齊品嚐，係，咁啊嚇，睇下到時我哋可唔可以攞啲日本酒過嚟飲，雖然咧做網台節目係唔應該飲酒嘅，但係試試啊，睇下點啊，睇下會唔會亂性啊，我哋好啊，咁我哋下集啊再同大家見面啊，咁啊謝謝，冇咁講，好。咁啊，同觀眾咧，拜拜咯，拜拜。